M416 和 G36C 谁更强呢？这两把都是地图 5.56 步枪，今天就来测试对比一下它们。我们以上项来看，一伤害。M416 的单发伤害为40点，打头为98点。G36C 的单发伤害也为40点，打头也为98点，两把枪完全一样。二射速，射速方面 ，M416 的射击间隔为 0.086 秒，换算一下就是每秒 11.63 发。而 G36C 经过校尉实测，射速和 M416 完全相同，因此也是每秒 11.63 发。三秒伤，其实都不用计算了，两把枪伤害和射速都一样，秒伤肯定也一样。两把枪都是40除以 0.086 等于465点，都是属于中等以上的水平。四换弹时间，这一点是 M416 的强项，装了快扩之后换弹时间为 1.6 秒，战术换弹为 1.4 秒。而 G36C 装了快扩弹匣之后换弹时间为 2.7 秒，战术换弹为 2.1 秒，怎么都是 M416 更快。五子弹出速，直接来看打远战的感觉，先是 M416， 再是 G36C。两把枪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子弹出速打平。六配件和弹容量， M416 比 G36C 多一个枪托，弹容量两者完全相同。七后坐力，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先看满配 M416， 再看满配 G36C， 还是 M416 垂直后坐力更低些，水平后坐力两把枪倒是差不多。所以结论来了，两把枪伤害、射速、秒伤、子弹出速、弹容量都相同，不同点在于 M416 换弹更快，满配垂直后坐力更低，而 G36C 配件更少，更容易成型，所以不用想了吧，肯定是 M416 更强。小伙伴们，这次你们怎么看呢？我们下期见。